好，我们看一下演变六分钟阿尔法减贝塔等于45度，要求一加 tan 群阿尔法减掉，乘上一减掉 tan 群贝塔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有的是两个相减，它是45度。那我们依照 tan 群阿尔法减贝塔的公式，它是这个上面减的，这个减的上面就是减的，分子就是减的，然后一下就加了。那这个加的两个上面分子是加的，一下就减的。好，那这个阿尔法减贝塔是45度，所以这就变成 tan 群45度。可是 tan 群45度是等于多少？一嘛，好，也就是说这个就等于一。那我们交叉相乘是不是就相等？啊，这个一可以写成一分之一，交叉相乘就相等。好，那他现在要求的是一加 tan 群乘上一减掉，一加上 tan 群阿尔法乘上一减掉 tan 群贝塔。好，那你现在有两个方式，一种就是把这个乘移过去。好，把这个移过去，然后想办法看看可不可以变成分解成这样相乘，那或者把这个移过来，然后分解看看可不可以变成这个相乘。好，那我如果把这个移过去的话，你会发现到说，这个加的减的这乘起来应该负的，对不对？应该两个相乘前面的系数要负的比较好算，可是你移过来这边是加的就不好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移过来。好，移过来的话，那会变成什么呢？好，这个移过来又会变成负的，好，然后这边会等于零，好，这边是，那这两个都移过来，那天群阿尔法正的，天群贝塔负的，然后这个正的移过来，那也会变负的，那也会变负的，好，那这个地方就蛮好的，就是跟这里这相乘就会等于怎么样，负的。两个相乘，然后这边乘开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乘开会等于什么？一加上 tan 群阿尔法乘上一减掉 tan 群贝塔，这个相乘它乘起来第一项是一，再来呢，这乘起来会有减掉的 tan 群贝塔，再来会有一个加上 tan 群阿尔法，最后是减掉的 tan 群阿尔法乘 tan 群贝塔。好，这项有没有？有。天群阿尔法有没有正的？有。减天群贝塔也有，但是要加一，这里是减一，少一个一耶，那怎么办？少一个一就给它一个一。好，所以你这个呢就给它加上一，然后再怎么样？再减一。好，减一写到前面好了。所以这个部分本来没有加一减一，但是你多加了一个一以后，等下减。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你要先算的这个，就这个，然后这个前面还有个负二，所以它就会等于这一项就会等于负二加上一加上 tan 群的阿尔法 ，tan 群的阿尔法，然后这个一减掉 tan 群贝塔。那就要等于零啊，这边等于零，或者说你两边从加一，然后把这个移过来啊，可以。那反正最后你就是把这个移过去啊，一加上 tan 群阿尔法乘上一减掉 tan 群贝塔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就会等于二啊，好，就是你这里加一减一，然后把这个负二。过来就变成了，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你要求的，或者你这里可以不要加一减一，这里加一，那这边加一，那也可以，然后再把这个减一过来，好，那就会得到这个就是这个，那也会等于一样的，大概这样。